阿伯呀，快点醒来咯，都几点了哦？来啦来啦！阿伯呀，快点来吃饭哦！你的阿爸都吃了咯。哎呦，阿爸，怎么你这样快吃了的？没有等我。 这个月将会进行模拟测验，所以现在我们先复习吧。陈家福，你又迟到，我的班不允许有迟到同学，跟我出去跑十圈。哦。老师，我刚刚跑了学校，跑5000可以吗？你还敢顶嘴？ 同学们先将黑板上的词语抄在簿子上，待会老师会向你们解释所有的词语意思。同学们待会必须用心听课，因为这些都是基本的常识，所以你们需要打好你们基础，知不知道？起来啦，迟到大王，拜拜。几点哦？二点。 短跑500米，奖金500块哦，要不要参加哦？不知道哎，我要问妈妈先。短跑500米，哇，奖金500块哎！我的巴士啊，等我。 喂，迟到大王，喂，迟到大王，喂，不要走先，等一下。算了，好吗？看一下，500米赛跑，我有参加了，有参加没？我赢了啦，不用参加，不用参加，你们是不是？是啊。哎呀，你要跑比赛呀？喂，我先啦，先来一场啦。好。 走。
3、2、1，开始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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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给我跑啊，你不能赢的啦，来这样子啊没有用了啦，走。Boy， 你要买鞋吗？哇，我喜欢这双鞋。这个鞋啊，非常的流行。你要我就算你30令吉而已。啊，30令吉啊，你没有鞋了。没关系了。Boy 呀，你回来了是吗？我弄好午餐了，你快点去洗手来吃午餐吧。Boy 呀、啊，哎呦，你的脚做墨哦，哎，你在这边等一下，我去拿药。哦。哎呦，怎么会弄到的？啊、这么不小心。啊，疼。痛不痛啊？不小心踩到石头。好了，要开饭了，我先出去，等一下你自己慢慢走出去，知道吗？哦。我要找工，请问你要请人吗？哎，小弟弟，你要打工吗？来这边有，我要请人哦。你要吗？明天就可以开工了。真的吗？咋真的？你可以做吗？要吗？要，我要，我要。嗯，好了，我们明天见啦，记得明天2点来啊。耶 ，OK 啊。哎呀，怎么你做功课心不在焉的？什么？我可以参加这个比赛吗？什么来的？哎呀 ，boy 啊 boy， 读书很重要的，你不要老是想着玩玩玩。啊，我很想参加。就只有这么一次哦，不过你要答应妈妈，比赛完毕后你要努力读书，知道吗？耶，谢谢妈妈，我一定会的。好了，来来来，我们继续做功课吧，哦。
boy 啊 ，boy 过来。兄弟，什么事哦？这是你的工钱，你要用心做哦。谢谢安迪，我会努力的。你去吧，继续做你的工。小弟弟啊，又是你啊，要买鞋啊？我要这双。啊，这双就算你40令吉啊。咦，不是30令吉吗？好了。就算你30令吉了，包给你了啊！喂，那不是迟到大王咩？哇，还在这么哦？哇，不买鞋哦，这样有钱？走，去玩来一下，走。谢谢啊。谢谢。我的心心被剪掉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走，我们去吃饭，不要再哭了。我要的是一双跑步鞋，不是烂鞋。不懂为什么我会生在那么穷的家。哎，阿伯哟，喂，真的哦，哎，伯，上次丢你的鞋，对不起咯，哎呦，还有星星哦。
也是播音的啦，来这里怎么回家睡觉啦，你播鸟的啦。今天是我们短跑500米的比赛，冠军将会获得500令吉的奖金，到底谁会是今天的大赢家呢？还有两分钟我们就要开始了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来给个掌声啊。你们 ready 了吗？我们的参赛者已经开始在热身准备当中，我们要开始了啦。